就是、很想按成功，就会变成这样，纯粹是操作失误、嗯。但是操作失误，我觉得是小事情，操作失误难免嘛。对，操作失误才是最容易克服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也对，哎、因为这个观念有问题或脑袋有问题就没办法克服了，脑袋有洞就不好补，脑袋有问题就不好克服，但操作失误就是下次小心点，不然你要怎么样？毕竟大家当然也会念他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自己也觉得，What have I done？然后自己检讨，当然下次就会做得更好。那昨天你们后来也有看 BOD 检讨，是不是？那还有一个我个人很好奇的，就是有一个那个中路在打的时候，然后对方都退光了 ，mistake 大绝才跳出去的那个，你们有没有就已经点了拉不回来了，已经按了大绝只好跳出去。就他点下去的那一刹那，有人扣退，可是。点下去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念，他已经念就不能跑，对，就不能跑了。那当然是不能跑，原来是飞出去了，所以是两边的这个协调沟通有问题的。对，好，了解了解。哇、哦，他们又开始了，好感人哦！而且载入已经载入到剩下两分半钟了，已经载掉一分钟，太感人了啊！这真是太感人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选角阵容、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石头人带的 TP， 对，真的觉得他们会逆。在 TP 的逆 EU 可能性更加增大，就更加大、啊、快点，刚刚逆 EU 个让我神预测一下、啊，让你神预测一下。其实我觉得合理的，这其实也不是预测，这是合理的判断，合理的判断。因为我觉得他们对线打不赢，而且他们又是以一个候选的状况，